吗？一派胡言，无可奉告，就是这样吗？雷公跟我唱唱唱，唱唱记者们嘻嘻喳喳，读者们嘻嘻哈哈，世界就这么花花。雷公跟我唱唱唱，唱唱唱唱，嘻嘻喳喳，嘻嘻哈哈，世界就这么这么花花。不痛不如无聊，不理无法想象，只想把你从头到尾扒个精光。他们只关上不撒野，谁在乎你受伤？其实我也一样，不在乎因为我很忙。与其骂骂咧咧，不如打起精神，我怕见到你的苦，那是最美的如果。等我其他的子民快纷纷站到金光，今晚的诺瑞拉才是最善良。光亮咔嚓咔嚓，记者们叽叽喳喳，读者们嘻嘻哈哈，世界就这么发光。光亮咔嚓咔嚓，记者们叽叽喳喳，读者们嘻嘻哈哈，世界就这么发光。对不起，歌词我知道了。哎呦，头累了。不好。我把书包丢出，才能接受采访。人不像人，鱼不像鱼，鱼的奇怪的形状。不要欺人太甚，免得自己受伤。当年那个白雪衣，几个老厨房，怪不得从此他跟你不再同房。至少他还是个人，活着还有点希望。我连你的那个大标在天上。我的丈夫是为了保护战斗妈妈，我死在战场上的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我和你们能有今天吗？哼，一会儿再讲。配得上你公主的身份吗？你说什么？我们别吵了。改变一切。